姐姐，我也想吃。就剩这一个了，我不给。不给，不给我放狗咬你。你放狗咬我，我就告诉妈妈。这不是有吗？拿来吧你。武林，那这是我的伤者。武桐，我剥了大蒜呢。弟弟想吃就拿走了。武林，我剥了大蒜呢。大蒜呢？我是怎么这么辣呀？小朋友们，这个是山竹，这是大蒜，你们要分清楚，不要乱吃哦。哎，四面封闭，外人免入。我是小和尚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什么小和尚？走走走！你好好看看。小和尚啊，进吧。你的好作文，武桐写什么了？真爱，我和郭庆杰分手了。武桐，你是郭庆杰？别笑，还有，我在等元旦节，不过我更喜欢放寒假，元旦节和放寒假，不过我更喜欢放暑假。这题我会，是放暑假。你别得意，一会儿还有你的。但我更喜欢不上学。这么黑人还想不上学？我多么想和他在一起。去把错别字给我抄100遍。好的，不信到你了。小六，一起逛超市吗？不去了，我作业还没写完呢。那你在家注意啊，冰箱里面有吃的。我家门前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，不可能这么快回来呀。是小偷，得报警。糟糕，手机放在桌子上了，如果我现在跑。肯定没抓，装瞎子。爸爸，你回来了。小朋友，瞎子可是不会写作业的啊。作业在外面，他又不傻。可如果我藏，看来只能用跟爸爸吸血的那招了。万一你遇……爸爸，家里进贼了。我看你是茅坑里点灯，找死。再上一首，抬头，乱一转不休，回首。你们谁偷吃了我的火龙果？你管我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说是不是你？他怀疑我，他竟然怀疑我！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竟然怀疑我？停！我们才十几天的感情，没有十几年。不是你还有谁？我带你们去逛超市。好，走。是你说的吗？你在吃什么？辣条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辣不辣？辣。贵吗？贵。我要喝水。走，回家。爸，你快看，美女。美女，我靠，你什么玩意儿啊？讨厌，人家只是萌萌的女孩子了。哼，讨厌。老六，我吃点。梧桐，这个爸吃。哼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啥也不是。真好吃。你没事吧？三哥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他这是咋了？不会是摔傻了吧？不会吧？我们家地也没他头硬啊。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地震了呢。完了，多半是脑震荡。爸，你看我是谁呀？爸，我是谁？妖姬。妖姬。三哥，这是
乳头，哪里是油漆啊？爸，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一桶。老爸，那我呢？我呢？七万。胜哥，那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记得。那我是谁？是 Tiger。 爷，爸不会真傻了吧？不是大爷，你不会拿结冰的果冻给爸吃吧？走，爸，来吃果冻。喝奶奶。爸，你别吃了。我要喝奶奶，奶奶给我。完了，没救了。来，三哥，喝水。爸，你干啥呀？我是火箭，中了。春花，报春花。三月，你别学我行不行啊？你别学我行不行啊？你别跟着我，我要读书。书，啊、书。走了，爸，老陆在画画，你去画画吧。画画。爸，你干嘛？画画。你看你给我画的画好看。好看什么？你给我走开。大风车、大风车。给你了，你快走。爸，你把垃圾扔地上干嘛？扫地。扫什么地呀、啊、我电视看得好好的。你别扔了，快点走开。扫地，扫地。你们谁把地上弄得这么脏？扫地。不是我们，那个是爸爸弄的。我扫地，扫地。收拾，收拾。吃饭，吃饭。你给我滚。三哥，喝水。你给我滚，成天捣乱。我们没有你这样的爸，你以后别回来了，看到你就烦。别回来了。嘿嘿，滚。三哥，我这一次终究还是来得太迟。错过。爸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三哥，你不小心摔倒了。对呀、啊、爸，我摔倒了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三哥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五啊。对对对。那我呢？唐五桐。唐老六啊。那我呢？我呢？唐五七啊。你终于记起来了。记你们不是很简单吗？你死啊？我死什么？你中枪了呀。我也没玩啊，怎么总是死啊？没意思，不玩了。我也不玩了。哎，无聊啊。是啊，自从我妈受伤以来就没人管我们了，想干啥就干啥，想吃啥就吃啥，都没乐趣了。是啊。叫什么叫？你不是想找我私房钱吗？去找啊。你爸，你就别气妈了。对呀、啊、气她没用，她也不能反抗啊。对呀、哦、嘿嘿。梧桐，去把我床底下的私房钱拿过来。好嘞，来啦。这些钱呢，都是你娘家看你摔倒之后过来送的。看，现在都是我的了。梧桐啊，你也太听话了。等一下你想买啥跟爸说，爸给你买。好。武器，我衣服里面的也给我拿过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哇，爸，这么多。洒洒水了。武器，今晚想吃啥，爸带你去吃。好。爸爸，妈妈晚上吃什么？她呀，你妈受伤了脚痛，在家随便吃点稀饭就行了。老六，厨房有点。明白。爸，我来了。想买新衣服是吧？爸带你去买。爸，这是你藏了多久的私房钱？这是爸藏了七八年的私房钱。怎么样，你妈不是喜欢打我吗？我特意买了个棒球棍。你妈不是不让我看美女吗？我特意买了个放大镜。哼哼。老婆，你觉得我好不好看呢？哎呦！你们！武器！
别动，人质在我手里面，赶紧把他给我放开。孩子们救我。你们干嘛开枪啊，都把人质打死了。哼，受伤的人已经没有价值了，赶紧投降吧。现在我们是两个，你是一个。你们不是人吗？我的脚。拿着。你别叫了行不行啊。你看他枪都拿不稳，他怎么战斗啊？爸，你别装傻了，还是投降吧。生是唐家人，死是唐家魂。你死啊？我死什么？你中枪了呀。对呀，你中枪了呀。我也没玩啊，怎么总是死啊？嗯，没意思，不玩了。嗯，我也不玩了。也不知道是你啊。对呀、啊、哼，又在那边偷吃。不要哎呦，叫你小心点，就是不相信。对呀、啊、你们四个、老婆来吃个水果啊。对了，你受伤了不能吃冰的，我帮你吃。你臭你个头丝。受伤了，我还送你个冰棍吃。不亲，还是你对妈妈好。我受伤了，不能吃冰的，我帮你吃。妈妈，怎么了，梧桐？这是奥斯卡叔叔送的芒果，看起来好像很甜。来，妈妈，给你一个。啊、对了，你受伤了，不能吃冰的，我帮你吃。哎、妈妈，妈妈，这是罗拉阿姨送的果冻，看起来好解渴的样子哦。他们都不给你吃，我给你吃。小六，我就知道你对妈最好了。你妈妈，我们帮你吃。你们四个，梧桐咋了？头盖杯子里了。不行，我来个洗洁精。你为什么笑啊？